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做初恋。初恋？初恋呢一个名字简直系太清新脱俗啦！隔咗廿几年，佢依然清新脱俗啊！48岁台湾女星林希蕾，近日喺 IG 上载几张近照，着上晚装嘅佢高贵大方，保养得宜，唔少网民都好奇佢嘅冻龄秘技啊！林希蕾2011年同美籍商人杨晨结婚之后，淡出幕前专心照顾家庭，早前在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《繁花惊喜》复出，再度翻红。